首先跟大家畅想一下，我觉得我自己的2035年，我觉得2035年我是一个老人家了，不对，我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哎，我相信我有我自己的事业，然后我一直在帮助更多的有音乐梦想的人，然后肯定我有，也会是一个对社会做了一定贡献的人，说不定，也已经我的音乐可能已经走出国门，然后让全世界的歌迷朋友们会听到和喜欢。是的，我觉得2035年的中国会越来越好，然后越来越强盛，更加的繁荣昌盛。那咱们民族的东西可能都已经走上了世界的舞台，让更多国家跟更多世界的人民能够看到咱们中国的东西，然后完成了很多提出的目标跟想法。所以我还蛮期待2035年中国的模样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畅想你的2035年。